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刮这一张，好运数不完，刮刮乐。头奖奖金是30万元哦，然后它有超过23万个500元含以上的奖项。游戏方式非常的简单，只要刮出一个这个小老鼠的符号，就可得到该符号对应的奖额哦。这次挑选的尾数是84号，哇，中间这边还有写个恭喜发财呢，希望可以中大奖啦！恭喜发财，中大奖！好，马上开始来刮。这个奖刮刮乐是过年的时候那段时间推出来的，好久没刮了，马上来刮刮看，希望可以中奖。嗯，第一个是小猪的图案啊，要有来一个老鼠的图案好不好？老鼠，老鼠有没有？这是狮子啊，狮子，老鼠，要老鼠。有没有啊？这个是小狗，再来，还有没有？怎么都没有？还有没有其他图案呢？这是什么？兔子吗？还是什么？好烦啊，怎么都没有老鼠？这是什么？牛？也不是老鼠啊！再来，再来，也没有老鼠的图案啊！来一个老鼠图案嘛！恭喜发财啊！怎么都没有图案？这什么？哦，有了有了！哇哇，没错，这是老鼠图案，中奖了，中奖了！哦，不错哦，哎，真的是好运数不来啊！来，先把其他的刮出来，就来看金额啊！突然有力气了啊！本来没力了，想说，以为又要做公益了，想不到竟然刮到了啦，应该没错吧？这应该是老鼠，对，太棒太棒了！来，其他的刮一刮。应该只有一个老鼠图案吧，最后再来看多少钱，哦，不错哦，这个好，应该没有其他的，好，来来来来来，看看这个老鼠图案多少钱，来来来，马上谜底要解开了，5、4、3、2、1，谜底解开，哇，100元。也不错啦，就等于是刮到买一送一的感觉啦，啊，还不错，至少有中奖啦，刚开始刮，一直没看到老鼠饭，以为说又会杠估，没想到最后有刮到一个100元还本，也是不错，等于是免费的玩一张刮刮乐啦。好，最后来总结一下，非常干净，最后总结一下，这一张售价新台币100元的好运数不完刮刮乐尾数84号。宣告中奖了，中了100元，也就是说买了100元，有中了100元，就是中了再来一张的意思哦，还不错啦。好，那就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